1月7号晚，火箭少女撒妮通过微博发文感慨，最近大家都是怒气汹汹的，温馨提示不要让自己变得不快乐。他写道，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最近的私信大家都是怒气汹汹的，要不然就是悲伤逆流成河的。2020年了，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不要让自己变得不快乐好吗？还是我这个小太阳取暖器坏掉了。随后他还在评论区留言称，真的不喜欢你们这样，这样你们也会让我讨厌我自己。网友看到此微博后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大太阳啊，我们对你超温柔的，啥情况？我的彩虹屁没被看到，取暖器质量很好，我们都好好的，2020加油。